Hello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老戴解说的《美丽水世界》第十五集。上一集应该说上几集，上 N 集，我们都是在找这个独眼巨人号，但是独眼巨人号呢，我们现在是残片啊，还没找齐，然后我们还是要去找。我会仔细在那边再花找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，我找不到我是，哎，这句话我这 flag 我再也不立了。然后这边基本上 OK 了，我们出发，我们还是到之前的那个地方去。为什么总是？然后我在网上啊也查了一下，就是网上啊也有人找不到。我还算好的，我这边找独眼巨人号的蓝图啊找了两个，我们还只差一个了，而网上面还有人差两三个的那种。我们这边要带两瓶水，我怕饿着。水的话是消毒剂。消毒剂加纯净水，有消毒剂就行了。带一个纯净水，好，我们出发。在出发以前啊，我们想给我们这个海鸥号啊升个级，我们要升一个东西。我们之前在那边不是潜的不够深嘛，所以说这次我们让我们的海鸥号啊潜的更深一些。我们需要造一个海鸥号下潜深度升级模块，需要一个塑料钢锭和一个电脑芯片。电脑芯片应该是一个银片加宝石盘片。哎呀，没有宝石盘片，我们要去拿一下宝石盘片。宝石盘片家门口很多，我们这样可以潜深一点。这样给它升过级以后啊，我们可以潜得更深一点。一个银两个银，拿两个吧。哎，这是铜。电脑芯片还要11。然后要拿一个塑形塑料钢锭，塑料钢锭我们之前做过一个，是用锂和钛锭所做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做一个下潜升级模块。这样子的情况下，我们到那边给我们这个海鸥号啊升一下级。啊，不是这个，这个，我们可以把太阳能这个给下掉吗？我怕电不够，我们少带点东西。把这个下潜升级模块放进去，然后把东西放好，我们就直接到我们需要下潜的地方就 OK 了。这次我们的这个版本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是29163，反正是版本是天天更天天更，一天更几次，这个也没办法，我们还是往发光临近发。哎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可以看，我们现在安全下潜到200多了，还是 OK 的。安全下潜到了200多米，还是可以潜的，还是安全的。我们应该可以潜到300多了，所以我们往这边再走一走，再找一找。发光林在，我们已经过了发光林了。这个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剑桥碎片，这个我已经完成了，多余的。这个海鸥号控制台还是要慢慢找。有的观众说我一定找不到，我一定要找到，我总不在这边找一辈子吧，对吧？顺便捡一点东西，都是这些东西都拿过了，怎么都不一样啊？这边好多，大家看见没有？这边还有，这是在作死啊！还剩200多米了。这次好像它的这个样子啊都变多了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赶快回去，这边还是比较危险的。再继续找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之前最深啊是可以下潜到225，我们现在已经下潜到了247，但是
还是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下潜深度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下潜的东西在这儿，升级的东西在这儿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深一点会有，搞这个东西我们就相当于采集钛了吧，家里面现在钛很多了，不缺，这个也都是钛。家里面石英和钛都不缺了，现在主要缺铜啊什么东西的。我们再继续往深的地方潜一下，希望别给 boss 干死了。这已经之前我没有来过那么深的地方嘛，我们看看它到底能潜多深。我个人感觉这个游戏啊，它没有边际，但是在边际的地方会有 boss， 就会被 boss 干死。但是独眼巨人号是不怕 boss。 哇，这边好多石英，但是我们这次的目的主要不是石英啊。230，我们到230级，我们可以渐渐潜到潜到400的地方。这个卡，这边到现在我一个没有看到，可能已经过了那个边际了。在这个地方如果船碰一下，就是说伤血可能厉害一点。好，245就不行了，我们之前潜到了225，现在可以多潜200米。血油，好了，这是新的东西，血油好像是，哎，在这儿，拿点血油回家。对的，血油，我多带点血油回家，家里一个血油都没有。我们最起码知道血油在哪里了。话说我船呢？这边，啊，这是刚才收集的。我甚至把钛都全部扔掉啊！血都全部扔掉啊，装血油。这个可以扔掉，还是要去拿点血油。血油家里面一点都没有，我既然来了就拿一点，看回去可以合什么。这个地方最好是开上独眼巨人号过来收集，因为独眼巨人号是里面可以放很多的东西。走了，也闷死了。这一集最起码没有白那个啥。我好歹发现了血油，装一下，只能装两个箱子，这边箱子装满没？血油装。Warning, 30 seconds of oxygen remaining. 走吧，先拿了一点，要下次想大量采集的情况下再过来，在这个像发光一样的树上面是有血油的，现在氧气恢复比较慢。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没有发现那个什么独眼巨人号的材料，你妈了个蛋蛋。这个如果开一个独眼巨人号过来收集血油就掉了，好多的石英。哎，这边没来过，进去逛逛，等我们的氧气恢复差不多了。我这次没有带深水潜水的东西，这边我没来过。哇，好多残骸啊，但是没发现东西啊，估计就在这里面了。给我一个好不好，我们好商量。进不进去啊？我没气了，回去休息一下。这个地方要好好探索一下。我把这个船啊再往下开一点。这边一个，看一下是不是就这一个？哦，就这一个。暂时发现的就这一个。Caution.从这下面进去，等我们这个气恢复一点。我觉得我这个氧气罐不够，会闷死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基本上在这个里面，我消耗到
70左右啊，80左右啊，我就开始往外逃。哎，有补给箱。没有可以扫的呀。到这边啊。没用啊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没东西啊，那你造个这个东西干嘛？哦，对，靠，什么都不能扫啊！回去了。这里面大倒不大，反正他就是不给我独眼巨人号。有观众说你。我再做两集也找不到独眼巨人号，好像有这个预感嘞。回点气，气回满了。我已经经过一定剪辑了，我原来是想录全程的。哇，全程！我们再仔细搜刮一下这里，这边是不是要造切割机来切割一下什么门进去啊？这边没发现什么门呢，这边进不去，这边就是乌漆麻黑的，没办法，本身就是深海。没东西，而这几个东西又不知道是什么鬼，又无法扫描，无法扫描。蛋疼，拜拜。会，走吧。然而并没有什么卵。高级工作台。刚才我有了，我能跑这来了，好吧，还是要往这边。我转着转着就转回来了。V K， 这个没有地图是一个核心的东西，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碎片，它必须在这边类似于海底平原的地方，可能有碎片。我们已经到边际了，又发现了 BOSS。赶快离开它，升上去。这玩意是可以把我们这个海鸥号给咬掉的，虽然我没被它咬过，我在直播间又来一个，难道不是？吓死俺了！那玩意一下子，我记得我第一次死在这个游戏里面，就是被 boss 咬死，就是它。我正在看我身上的背包，然后我人在外面，吭吃一口。哎呀，记忆深刻。还是没有，我只能在这边平原大概深度在200多的地方继续寻找。呜、哦！这个游戏不支持我们打 BOSS。离开他，离开他，走了。我都走到蘑菇林了，无力给。对不起大家，我们继续找。我现在决定了，我们。不要纠结在这个地方了，有可能啊，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有可能这个是在极光号附近啊，是有这个碎片的。所以说，包括我们现在从去红草区啊，我们去回去的一些地方啊，在其他地方、啊、我们再找一找小的吧，好吧，观众你猜对了，我们现在往这个极光号附近走一走，看看极光号附近有没有。如果更新的话，极光号附近啊。包括红草区啊，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。所以说，我们往从五指山的方向，我们慢慢往极光号进发。我们现在能源够吗？只要我们上去以后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，海鹅号啊是在可以无限开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多走一走，看看小型的其他的这种，保险箱，分别有些什么东西，是否我们都已经。全部拿到，海鸥号碎片已经有了。这最核心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海鸥号碎片。海鸥号已经有了，我要你干嘛？我往极光号去，在这边。然后红草区看一看，哎，这个没见过，这个我弄过吗？哎呀妈了个蛋蛋，吓了我一跳！你看，在这个地方也有碎片，就到处都有，不一定是哪一个地方。你看，
我真想来说一句那个话，就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可是我费了好多功夫还没有得来。啥叫病？看来好像什么地方都有这些东西，之前在其他地方 地面上并没有看到这些散落的碎片。我了该走，我们 先慢慢到处逛，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有了。正好我们借着这个拿这个独眼巨人号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啊，独眼巨人号蓝图的时候，再搜刮搜刮材料，这没办法，这就是个过程。我在这个在这一张蓝图上面，我大概已经耗费了两个多小时了。然后我在贴吧里面也看了，好多人都在找这个，都找不着。我回趟家，把身上的血油啊什么的该放的东西啊给它放起来，然后我们再出来。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，血油是可以造本的，而本的话好像是可以造衣服用的什么东西的，所以我们把血油拿出来，起码造一个本出来。血油好像只能用于造本。最起码我们找到了一个新材料，啊，新材料还没有做出图标出来，我也是醉了。这个好了，我们整理我的柜子。好了，我们东西卸货啊都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吃饱肚子出门。 OK， 我们这边造了三个这个箱子。这次更新以后啊，我们虽然没有去找这个箱大型储物柜啊，反正现在我们可以造了加工台啊，什么东西啊都可以造了，好像又有更多的东西可以造。热能发电机，水温大于15度，我们看看能不能造一个温度计，找一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。我们来看一下工具，在装备这边，温度计是需要电脑芯片的，电脑芯片是需要银矿和宝石盘片。这边找一下宝石盘片，做个温度计带在身上，虽然占一个格子，主要是测试。比如说我们造一个热能发电机啊，看看好不好用。妹的，我又没跑石盘片了，有吗？好吧，我去拿一下宝石盘片。我们造一个电脑芯片出来，然后造个温度计，好像还有指南针，我们看一下，好像是有的。磁矿和电脑芯片，磁矿、铀矿我有，我找一下我有没有磁矿，好像我见过磁矿，不知道我带回来没有。锂矿，我找一下我有没有磁矿，我好像还是没有发现这个磁矿。这个温度计怎么用啊？需要装备吗？不用啊，为什么不显示温度？大家变，我不是已经有了吗？它这个也不用装备啊。显示温度传感器，估计要到外面才行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去啊，不要的东西啊把它放好，走吧。我们到极光号附近逛一逛去，极光号附近是需要防辐射服的，我们穿着在，然后吃口东西就出发了。哎，早知道我一开始在更新以前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，我一直想不着急不着急。好吧，我现在很着急，错了。妹的，怎么又是半夜了？半夜我们也要出去啊，走吧，小带好出发。先找个地方开出去，我这个地方照的真心不好，只有一条路网可以出去，去极光号附近逛一逛，看看能不能我们找到我们要的。极光号附近不是特别深，倒还行，看得见。这个是什么？估计又是这个海鹅号，也就是小代号，猜到了。把它清掉，东西可以扔，箱子不能不清。我们看看极光号附近，我们到极光附近找一找补给，以及看看有没有我们要的碎片。应该又是海鹅号，一定要停下来，不停下来会伤血的，这个比较蛋疼。因为这次更新了以后嘛，还有好多地方我们还没重新去过，重新跑一遍。
箱。诶诶诶，你这是几个意思，大哥？你以为你翻过来我就找不到你了？哎呀，把我卡里边了，完蛋完蛋完蛋。我被卡在箱子里了。 Oh no， 神经病啊。哦，这个好着急，我先看扶能不能扶起来。完蛋，这下逗逼了。哦，出来了。哦，吃，哎呦，吓死人了。这边有箱子，不知道是什么箱子。这么多海河号碎片，我有好多海河号碎片，我有海河号碎片，那不能要死我了。这些是什么？哎，是不是沿着这个可以发现什么？然而并没有什么东西。靠，也不能扫描。查来，走。这边钛倒很多，不缺钛啊，我家几箱子呢。这个是什么？也没东西。不知道你们在这个耳机里面能不能？哦，不是耳机里，麦克风里面能听到我家狗在叫，拼命叫，大清早的，也不知道它想干嘛，找打。当然我不会打狗的，我会抽它。我现在只要大叫一声"不要叫了"，它基本上就不叫了。或者我去看它一下，叫它只要看着我，它也不敢叫了。它会灰溜溜的用那种无辜的眼神看着我，然后躲起来。谁说这边附近有的？那个骗人，我又被骗了。每位大神可以告诉我吗？到底在哪里？补给箱，两个补给箱。我不要再被扣在里面啊！我不要再被扣在里面。疯了似的这只狗，我去看它一下，它到底怎么了？看一下，然后我在我的这个视频的留言区啊，他们说在极光号正前方有一个浅滩，在那个地方是有极光号的，哦，不是极光号，是有这个独眼巨人号的发动机的。好，我们去找一找，先升上去，天也亮了，我们要先确认是在极光号正前方，这应该就是极光号的正前方，这是船头。我们往前面走一走的浅滩看看有没有，但是我发现这边好像很深的样子，他在骗我，这边有 boss 吧。极光号正前方哪有浅滩啊，往下走一走。什么叫浅滩？我们已经是70多米了，啥都看不见。哦，这边，可能是这边附近，我们再找一找极光号正前方。然后还有，我刚才去看了，就去找看留言去了嘛。然后观众说，我已经等了14期了，你再找不到找不到独眼巨人号，我们退订了。因为我不想找到啊，神经病。那我估计这里 What the fuck boss。骗我！
他就让我来看，给你们看这个的。在这边找一找，大家这边没来过对吧？海水过滤机，哎，这个好。哎，这行，把海水过滤机也给搞定，对不对？估计你们这期还是看不到对接人号，但是有海水过滤机了。海水过滤机，海水过滤机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挂果树啊，海水过滤机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卵用，但是可以给无限制生产的盐。在这边再找一找，应该是像发动机的样子。刚才那个 boss 很漂亮嘛，带电的。在这边附近再找一找，这边我没来过，但是比较好找，它就在这个机关号的正前方，200多米的水深的地方。他把这个那个观众，我，这是什么鬼？肯定能把我弄死。好多个，但应该不是大 boss， 是普通的小怪。船已经在漏水了。我这是在作死啊！我把我船修一下，我上去一下，把船修一下。再找一找，应该就是他描述的这个地方。这是一下子刷出来的，这边还有一个小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这货在我旁边，我不敢下去啊。试一下，来了，还好，我还能扛一下他，但是扛不了多久，再伤血。我人过来估计已经挂了，他能撞我一下伤我5%的血，这边好多啊。我在这边看一看，我哦哦，在这发动机，发动机，不许弄死我，我找到你了。神经病啊！妈了个蛋蛋，还没有吗？这个是吗？哦，在这，这好几个我都没见过的，一定有我需要的东西，一定的，一定。这个不要，那不是这，在这。发动机 CP， 就是他吧？靠，靠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我们扫描中的多眼巨人号。啊，不用了，回家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一个东西要扫三个才可以解除一个，我也是醉了。回家去喽！哎呀，我的神呐、啊，终于完成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，我们赶快回家喽！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，应该说千辛万苦倒还好，就是反正找了很长时间，而且你们看到的片段还是剪辑过的。原来我就说我找的地方不对嘛！哎呀。观众的力量是强大的，如果我在直播室直接玩的情况下，直播室早就会跟我说老戴在极光号前面，然后还有会说老戴在极光号什么地方，老戴在蘑菇林什么地方。实际上然然并没有什么卵用，你知道吗？实际上我在做一些特别这种生存类游戏的时候，我在直播的时候玩啊，观众们给了我很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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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帮助。我不管你了，我现在要回家，这个我才不管呢。现在肯定有观众在快进了，你知道吗？想看一下独眼巨人号，
看一下老戴造出的独眼巨人号。那这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我们必须要先回家准备出我们的材料，然后我们转眼一看，哎呀，少一个材料。哎，为什么没有气温温度表啊？我这温度表停滞枪蓝图还少，生物发电机还少。生物发电机好像就是在蘑菇林，蘑菇林就是我们之前去的那个地方，生物发电机找到过一个。这么远是吗？快到家快到家，我现在也迫不及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折腾了第十五集了，整个流程我已经这个流程玩了七八个小时了。但这个就是生存游戏的乐趣，当你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发现一个时候，大家可以感觉到我当时那种兴奋，知道吗？你们造吗？哎呀，然后想赶快回家，这就相当于你买了一盘，早期的时候我们买了一盘新游戏，想第一时间到家里面放到游戏机里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下载的时候等待的那种焦急，盼了很久很多年的大作总算出来的那种感觉，你造吗？然后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可以顺利的把它造出来，但是好像要先造剑桥还是什么鬼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先把材料备好，我们需要一个钛锭加一个犁，把材料我们先备好，犁在这个地方，造一个塑钢锭出来。材料我们之前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看我们材料够不够啊？独眼巨人号需要润滑剂和塑形钢锭。一二三四五，润滑剂、塑形钢锭够了，现在只差一个润滑剂了。我家里面，你给我来个润滑剂好吗？就差一个润滑剂了，你不要让我再去找了好吗？之前好像之前给我用了，啊，没事，我们家门口就有，我们先把它给放起来，这个给它放起来就行了。润滑剂有，我们家门口是有这个，我们种了，在这直接可以拿，哼。对了，哦，雪油好像是可以种的，对的，雪油是可以种的，我们试一下。雪油好像是可以种的，但是好像搁在这儿了。我找一下我的雪油，不知道给我搁哪去了，还是给我扔了，在这儿。哎呀，我们先把这东西合成出来，种一下雪油，我们就不用去拿了。靠，有三个，妈的！所以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们知道吗？拿个雪油，我拿一个种子，来造种子。以前是两个的，记错了，就它更新以后变成了三个，而且它的这个所占的容量特别大。材料我们现在全了，然后我们把雪油种上。在哪来着？然后我们看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的。应该行了，把雪油先种上，然后我们看看缺什么东西。OK， 材料都齐了。然后剑桥我还没看到。哎呀，先干掉四个。哎，可以种。哎，可以种。哎，对对对。然后我们要去找到我们这个造独眼巨人号的机器，在这儿，希望不要让我们再找其他东西了。出 bug 了，看到吧，上不上去，必须想办法自己上去，不要玩我好吧，让我上去。呀去，让我上去好吗，乖乖的。哎去，好，
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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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终于我们造出来它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老代号在此。哇，老代号下水了！想看独眼巨人号吗？我们下一集再看。我们先进去吧。我要被打的，我这样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有了独眼巨人号。我们先把它开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，不要卡住。之前我在直播间的有一个版本啊。我这个独眼巨人号就搁浅卡着了，特别的蛋疼。我们要开到比较个深水区的地方。独眼巨人号有一点比较麻烦啊，就是它的这个叫电池啊，补电池特别麻烦。然后在这边造热能发电机不知道行不行，有没有用，在它上面造热能发电机不知道行不行。然后这就是独眼巨人号，这个里面可以把海鹅号给放进去。然后我们看看这次版本有没有更新啊，这个地方是需要更换动力电池才给它进行充电。然后这个地方是可以进行这个升级，它的一些性能的进行一些升级啊。这个地方可以从后面下去。我们终于完成了独眼巨人号啦，千辛万苦，碉堡嘞。但是它这个电啊不能发电，这个比较烦人。哪些观众知道怎么样现在的版本能不能给独眼巨人号进行充电，而不是要进行更换动力电池，那样的话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本集到此结束。我不负众望，终于造出了独眼巨人号，让我们吃点，不行，我们要吃点鱼庆祝一下。我们吃点鱼，吃点鱼，吃点鱼，我们吃素的吃到现在了，我们吃点鱼庆祝一下，庆祝一下。哎呀，我的神呐、啊！吃点荤的，吃点荤的。我们荤素搭配。鱼儿苦了你们了。我们要庆祝一下。哎呀，吃饱了。那暂时再吃点果子，补点水。有钱，硬性。到时候我在独眼巨人号上面造点树，你知道吧？造点吃的。哎呀，掉掉掉掉掉掉。好吧，大家拜拜啦，拜拜。